各位观众您好，我是卓磊 Juliet，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前面两个单元呢，我们访问的是 UCLA 医学院药理部的教授梁晶梁博士。梁博士好久没见了啊，真的。不过你看这我们没见面的这一两年，你看你做了多大的成就，新产品的这个发明呀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小孩又乖，所以是真的是很有成就的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说到新的发明呢，梁晶教授呢有一个新的产品呢，就是叫 Bluesatin， 这是防止酒醉的一个很好的产品。其实呢，为什么说我们要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，十多年来，不管是西药还是一些中药，其实对于什么解酒啊、防醉的也有一些产品。可是为什么这个 Bluesatin 就让您自己还有 UCLA 你们医学院这么的高兴和兴奋呢？是这样啊，因为现在这个世上所有的这些产品呢，你如果仔细的研究一下，它都是没有 target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如果是这个属于健康食品，也就是说 dietary supplement， 它都是没有经过系统的研究的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强调的，你要有这个 scientific， 就是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它真是有效，而且在有效的什么地方，它的靶点在哪里，这是我们所要强调的。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产品呢，而且呢通过 UCLA 的教授鉴定，我们得到了它的专利。嗯哼，所以呢，这个现在大家在镜头上呢看到的 Bluesatin 呢，这是梁教授。其实你说真正，因为那个点子在你的脑筋里面已经很久了，说这十几年来你也看其他的这个产品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那我们就来讲，那现在您的这个新的这个宝贝 Bluesatin， 它的成分是什么？它的功效是什么？啊，这个Bluesatin 呢，实际上是从中草药里提出来的单个的化合物。单体化合物，所以说它不像其他的那些中草药一样哈，是由这个各种样的这个草药汤来组成的，它是单体的化合物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单个的这个化学结构，而且呢它的所有的这个分子量所有我们都有。那么它的来源呢，实际上最早是从栀聚子来提取出来的，我的研究是从栀聚子，但是它实际上这种叫二氢杨霉素呢也存在在其他的，比如说白茶、藤茶也存在在茶里面，所以它的这个存在是很广泛的。但是就是像每一个这个这个药物一样，它的存在量不一定都是很大的，所以是需要仔细的提取。而且呢我也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叫二氢杨霉素的产品也挺多的，真的很多，但是为什么不能推广出去呢？主要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这个技术性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在我们有了这个专利，而且呢这个蓝加州公司呢这个有买了我们这个 license 之后呢，他们有重新的给加上了一些技术性的这个改造，那么这些这个产品呢就会作用更好。应该说这是真正在美国这个发明研发然后生产制造的这样一个产品，对不对？是，一定可以这么说，100%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，我们说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很讲究，也要很小心，包括服用各种各样的健康产品。对，穿衣服没有关系，您到哪儿买一件随便穿，可是入口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对呀，它是相关于我们的健康，相关于我们的寿命，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相关于我们大脑的思考。对对，尤其是在过年过节这段时间，梁教授这个啪这个宝贝出来了，因为很多朋友过节过年，大家也是会喝酒啊，对呀，然后一喝酒就红脸，一喝酒就醉，也喝不了两口，然后就糊里糊涂，也没法跟人交际，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伤脑筋的事情。对，那梁教授您自己怎么样？您酒量如何？哦，我其实也就是喝点葡萄酒，你还是可以的。我是喝白酒。那您自己这个用完这个以后的感觉？感觉挺爽的啊！第二天我上班一点问题没有。
那量呢，比如说一天以前您喝个三分之一，那现在在这个吃在喝酒吃这个跟人家聚会之前先吃 Blusetin right？ 不用说喝酒之前，你喝酒之后用这个药都可以，没有这个时间限制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药的一个特点，我们这个产品的特点。那也就是说其实呢您可以比以前还可以多喝一点，这是还没问题啊。对，原来如果说喝啤酒我只能喝一瓶的话，我现在喝四瓶。OK， 话好，那这我们把这个话题就留到下个单元了，就要请教梁教授。第一，如果大家以前量是只有就比如说一瓶，那现在喝到四瓶，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？那喝了以后没有醉的感觉，是不是又不好呢？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请梁教授来解答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解酒的产品，不是说您就可以大家去喝酒。第一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酒后不能开车，大家一定要喝酒要 responsible， 要负责任，是啊，不能贪杯，不能酗酒。好，梁教授，下个单元呢我们继续讲 Blusetin。 好，谢谢。我老公经常需要和客户应酬喝酒，但是他的酒量实在不好，总是被同事送回家来。那天早上他宿醉得厉害，同事小王来载他上班，我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们喝酒都不会醉，他就介绍给我了他的秘密武器 Blusetin。 Blusetin 成分来自传统用来解酒的白茶树，可以预防酒醉带来的脸红、头晕、呕吐和宿醉，以自然方式抑制酒精对脑部所产生的反应。 UCLA 医学院研究证实可有效减轻酒醉和预防宿醉。现在有了 Blusetin， 我再也不用担心老公喝醉了。Blusetin 订购请洽1888892718。